当时我看他身上呢是有一个那个很长的一把那个刀，我也是挺怕的，而且路程都是比较那种，就是那种悬崖峭壁上面，一不小心脚一滑，可能掉下去人就没了。关在一个4、5平方的一个40号人里面挤在一起，关了有7个多月，然后每天几乎吃的都是那种白米饭呀，泡那个汤，就是青菜汤，把我以15万多的一个价格卖给了对方。在转移地3次的时候呢，我就下车逃跑了。如果没有逃跑的话，下一次就走到了更远的地方。其实缅北也不是说什么你们说的啊，什么能赚大钱啊，拿人的天堂啊，这些都是假的。当你一到了那边之后呢，他会限制你的人身自由。稍微比较黑的地方，你要是干不出东西，他会打你，不把我们当人看。